但是也有一家人安托阿纳尼亚斯，其家家老婆撒菲拉买下家日开奶，家老婆也提家买奶来搬去暗黑日班，哥的含有日班，其都拿来交搬家到耶稣派的学生。但是彼得都说，阿纳尼亚斯，做咩日本魔鬼头，诈骗错人心肝肚，你爱人家想，你阿买奶的来？不你高出来耶，但是其实都不你暗黑日本，所以你都骗到上帝的心灵。是你没买黑的奶，这奶都本本的，各位的奶不你买黑过后，这买奶的女也很黑的。做买错人心肝肚，不想做出安样的事情，你不会骗到人，但是骗到上帝。这只是阿纳尼亚听到彼得说的话，当场基督帮下去和团去试试，这边龙中人看到和听到这事情呢，都变安静。过后有其他的后生人来拥抱包阿纳尼亚的事了和讲出去买。差不多有三十点钟过后，阿纳尼亚的老婆也入来，但是基督不知发生出什么事情。彼得都对基督说，你去讲来的，你买哪一类？是买多了安样安多么？阿纳尼亚的老婆都安，嘿，就是了安样安多。彼得都反对其讲，做乜你两傻公急定来去上帝的心灵？你看，这头像买黑伢老公的人，门后起灯，其头傻也被讲你出。当场阿纳尼亚的老婆也帮下去试下坐彼得的面前。这只是这条后生人入来的，基督徒也看到基督是黑的。过后基督徒也讲家事了出，买其去各家老公做一下。所以隆重的办相信耶稣的人，各这边隆重人听到了事情呢，都变安静。这条耶稣派的学生做出按照上帝的厉害法，本这边隆重人看。隆重的都相信耶稣的人都按同心，按恨穷下及作业下，初了两个币，出去按到撒罗摩币。这家撒罗摩币都恨起初耶稣的最大的教堂行。凡了的都忙相信耶稣的人，不敢各基督徒及作业下，但是这边按到人都按敬重这般相信耶稣的人。敬求也有敬多人相信主耶稣，无论来之人也是不之人。基督徒也带出来不平的人坐太路行，甲并基督面前用车也是用屁股。基督徒希望系讲彼得打给彼个，见人将未见到上者嘅不平的人，所以嘅不平的人未晓何。过个也有按多年打拍者尝试来，有豆豆日光过日光，带等不平的人来，甲落到魔鬼的人，几豆人隆重也定义好。